格外为出手，林志杰抓到了进攻篮板，这球硬是拉了下来。哇，这个志杰的眼神是可能想要示意要一个违反运动精神哦。我觉得这就是季后赛，然后又到了冠军赛，这是身体碰撞跟一些肢体原本就会比较多。我觉得球上不是太大的就是故意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可能是针对球啊，可是可能他把我的手拉得比较长一点时间，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裁判才吹这个哨。对，小烈最后五秒钟，这一球在三分线外出手，又到了犯规，这是一个犯规，要在最后的两秒钟把朱云豪送上罚球线。这个推人犯规，可能出来接到球啊，自己知道没有时间了，就想把这个球处理掉。那他有犯规算赚到嘛，对吧？就是希望以后把这种球再处理得更细腻一点。上半场可能自己有点紧张，毕竟没有打过冠军赛。那下半场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好害怕，就积极去攻击篮筐，对啊，就是减少抛投吧，然后积极的去攻击篮筐，对吧？我们是可以的，只是就是进场过早嘛，就是那时候看他们剩一秒钟，那时候是想说投不进，只要不进让他们拿到篮板，其实时间就差不多了，就是可能自己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就是进场过早这样，那下次可能再修正一下。开赛的时候我们的球员在心态准备上面有比较软弱一点，所以我们在开局的时候上半场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们防守出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在中场以后啊，进去休息室把我们的防守设定再重新的讲一遍，然后再让球员冷静下来，然后冷静以后再去做一些情感上面的激发，对啊。那所以我们的球员在下半场做得很棒，然后我们连续两节都只有把对方的分数压在17分，对啊，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上下半场一个心态强悍跟想赢不想赢的感觉啦，对啊，因为可能我们上半场有点紧张，对啊，那下半场我们就回归到了正常。其实不是我们这边，是每一个教练其实都会去激励球员啦，对啊，那其实至于怎么去激励呢，就是我跟球员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跟我们一种习惯。Yeah, 那就是一些激励而已。I just do my job. Like last series, we had 3 guys trying to stop me, but I still try to do my job out the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they got a good team. They all work really hard on defense, and it's going to be a challenge definitely.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I love the big games. They excite m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他说，这个也不是很新鲜的事啊。就是说，在上个对战系列，他就有三个很大只的球员轮流来守他，或者针对他来防守。所以他已经就是认为这是就是一定的一个挑战。他说富邦球队他们是打得很努力的一支球队，所以他当然非常的对这个比赛很期待，要来看打这场比赛。Same thing I do all year, to dominate the paint on the offense and defense, and get that rebound and let the guards run, let them run wild, and that's it. That's the game plan. OK, 计划应该就是跟整个球季一样，在禁区里面霸占，然后把禁区守好，然后篮板，然后把球交给我们有速度的本土球员往前冲，那就这样子打。I'm not an old guy yet, so body feels fine. I saw today I played over 1,000 minutes in the season, so I mean I feel great. I mean I feel energized, and it's just 4 wins and that's it. That's all you gotta do. And I think each game we're gonna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and I'm sure the team is doing a great job with recovery and helping me out, so I'm gonna.Make sure I'm at my best for each game. 他说他看了一下数据，他今年已经打了1000分钟，然后他现在的体态跟状况跟感觉都非常的好，他感觉很有能源，所以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这样子的联赛的比赛的方式他是没有问题的。他对于今年没有喊副教练冠伦啊，就是他实至名归啊，他成绩就是比较好啊，例行赛的第一名，那怎么可以不投给他？你们叫我投，我100票我也投给他。而且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他击败了一些外教，我不在乎谁，我只在乎是不是我们本土教练拿。去年我拿，那今年他拿，我最高兴的是他击败了外籍教练，而且包含冠军赛都是由本土教练两个球队在争冠军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更高兴。
再给到朱云豪，心脏地带的抛投得分，很快会来到20分。停在三分线的是高国豪，哇，三分加上去78-50。朱云豪一个侧垫步的出手，再来一个三分球，像上一场的表现一样。那的确今天在第一节打得非常出色，就是朱云豪持球后侧步来投一个三分球，单节五颗三分球，抢而已。所以真的在接下来的十档比赛要把握。哇哦，今天的寿星啊，郭寿杰。希望可以在防守端先消耗工程师一波。那对到哇，可以看到现在，又是郭少杰，对，可能没有算。本土球员很重要了，朱云豪，哎，辛巴抓到进攻篮板，这回再补，再补进，底角，肖翠翼突破，再交给辛巴，哇！这样打下去的话，辛巴国豪，陈杰，差满进50分